一个浮在水面上的浮体，其受力情形如右图所示。Fb 为浮力，W 为重力，S1、S2 为水对浮体的两侧压力，P1 为大气压力，P2 为大气压力引起的对浮体的上压力。浮体对地的吸引力为 Fa，则下列哪一对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？要如何判断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？我们可以根据下面的规则，就是物体 A 给物体 B 一个作用力，那么它的反作用力就是物体 B 给物体 A 的作用力，而且这一对力是同类的力。那么根据题目的内容，我们发现只有浮体对地球的吸引力 Fa 跟地球对浮体的吸引力 W 啊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其余的选项都不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所以答案只有 D 是正确的。再来分析其他力的反作用力，Fb 是浮力，是水对浮体往上推的力，那它的反作用力是浮体对水往下推的力。那 S1 呢，是水对浮体向左的侧压力，那它的反作用力是浮体对水向右的侧压力。那 S2 呢，是水对浮体向右的侧压力，那它的反作用力应该是浮体对水向左的侧压力。那 P1 呢，是大气压力，是大气对浮体向下的一个压力，那它的反作用力是浮体对大气往上的压力。好，那 P2 是大气压力引起对浮体的上压力。好，那这上压力其实是来自水啊，水对浮体向上推的一个压力，啊，它的反作用力是浮体对水啊下压的一个压力，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发现呢，A、B、C、E 啊这些选项啊都没有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